当医院的呼吸机不够的时候，来到这里的时候深呼吸都是深呼吸不到的。所以呢，当很多病人一下子进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没办法，就要等，每个病人就要排着去等。看见一人一善的力量，来得及时，来得及，明明下个星期会很多，我很担心。什么？当你那个用什么 equipment 一人一善，等于一台呼吸机，集合万人之力，一人一善，抢救生命。如果是需要立刻插管的话，我们有刚刚好就是这个捐款呢，就把我们这个病人呢直接就从在一分钟两分钟里面就抢救到了。这些材具是很珍贵的，在时候因为在这个疫情呢，每一个医院都需要这种材具，所以要得到这个材具呢真的是难上加难，它是一个救命的材具，救很多很多的命。那就是希望我这个来自全马人民的爱呢，会成为一股对前线医疗一个支持，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啊，一起来守护生命。谢谢你们，在我们最重要最危险的时候来送上了这份爱心啊，希望你们这个活动呢，把这个捐款捐出来的时候呢，帮这个医院的时候，其实你们是帮着回我们自己的社会和社群，这是一种大爱的很大爱的一个行动。你的哈鲁米，你的精彩，你的哈鲁米的沙漠。感谢每一个参与1013的爱心人士，全民力量继续加油。今天你善了吗？